我这头像咋还变了呢？啊？我看看，我看一下子，别动了四，别动四哥，我这头像咋还变了呢？啊？小明拍的广告杠杠的，小明你坐着，小明，哎。兄弟姐妹，你们看着了吗？老铁们，你们看着我这头像怎么变了呢？啊，我这头像怎么加了个圈呢？别动小棉花啊！头像加了个圈，今天怎么人少呢？不少啊，一会儿就上人了，我刚播。哎，我这头像怎么加个圈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头像好看。这谁给加的圈啊？啊？哎，我这头上谁给加的圈啊？别人为什么没有呢？啊，我看别人谁有？获奖了吧？啥奖啊？咱能获上奖，兄弟们啊？就咱这样式能获上啥奖啊？啊？年度赛，我家的花钱了，是吧？啊？哎，别人为啥没有呢？我看有好多，我好多没看着。哎，你中奖了，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你中奖了，年度排名，这是装饰品。欢迎欢迎啊，加圈了。这啥意思呢？啊？啊，是的，成天封号还有奖，成天封号还有奖，咱家也没成天封号啊，兄弟们，咱家也没成天封号啊，啥时候成天封号了啊？老四媳妇多宝在线，你咋知道老四媳妇是多宝呢？我想知道，啊，谁告诉你的呀，兄弟们，谁说的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小石头该修毛了，老爷，俺那小石头刚修完毛没多长时间，没封过，压根就没封过号啊！啊，烤冷面很好吃，谢谢大家伙啊！石头没事，兄弟们，啊，问你个关于小母狗怀孕的问题，小母狗怀孕，啊，这个问题你别问我。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，啊，因为啥呢？就你们就看这个小迷糊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兄弟们啊！我跟你说，咱家小迷糊是我从始至终，兄弟们，从始至终我压根就没想到他能出来，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，啊。所以啊，关于怀孕的事你们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啊，我都得把小迷糊扼杀在摇篮里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。啊，我当时在摇篮里啊，我就把它给削了。啊，我就把它给摘了。啊。小迷糊。纯属意外，烤冷面很好吃，孩子喜欢吃，谢主播，感谢君越啊，谢君越。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？我当时就给他扼杀在摇篮里。别这么说，主播几点播的呀？我刚播、啊，兄弟们、兄弟姐妹们，三爸刚播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老铁们，看见老大，看见老大笑的多美啊！俺家小老大笑的多好看，俺家老大笑的多美啊！老大是个好妈妈，兄弟们，老大是个好妈妈，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咱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咱家直播间啊。哎，起来了，溜溜的了，起来溜溜的吧，快起来吧。嗯，蒙圈了啊，蒙圈了，宝宝，这是咱们家老二，
啊，这咱家老大，老大和老二啊，他今天晚上不让他们吃狗粮了啊，今天晚上喂他们俩母乳，兄弟们啊，喂他们两个母乳。老大进来吧，啊，今晚不喂狗粮了，吃母乳就行了啊，狗粮白天已经吃过狗粮了。哎呀，晚上吃母乳就可以了，明天早上再喂狗粮啊，慢慢吃慢慢来。石板大米不错，跟五常比不相上下。咱家这个大米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就咱家二号卖二号链接这个大米，我跟你们说，三爸爸真是下了功夫了，知道吗？老铁们，咱家这个大米，说句实话，兄弟们，我就挣几块钱，我就挣几块钱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啊，别人卖给你们的石板大米，可能他们能挣个二三十块钱，兄弟们，我就挣个几块钱。咱家这个大米是真好吃，兄弟们，啊，我说你们还不相信，啊，随那个，反正是大家想拍想吃的话，你们去拍。啊，不想吃就不拍，这个我无所谓了，反正我感觉我问心无愧啊，我感觉我做的东西好吃就行了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啊。还有木耳没有了？没有木耳啊，没有木耳。嗯，干啥呢，小迷糊 ？Seven， 你俩干啥呢 ，Seven？ 啊？你俩干啥呢？啊？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带头，带头不听话，是不是塞班啊？是不是带头不听话，塞班啊？坐好了，带头不听话，这个臭塞班，你臭不臭？臭不臭？跟你不愿意了，跟我不愿意，跟我啥有啥不愿意？有啥不愿意？你有啥不愿意？好了，不能叫。三，进去吧，你进去吧，三，你真的太烦人了，你真的，你进去吧。你真能叫唤，三吗？真的，爸爸可真服你了。为什么三万？为什么我一开播你就叫唤呢？我不开播你咋就不叫唤呢？三万，就是惯的，我感觉也是，真的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我不开播的时候，三万一点都不叫唤，我就发现我这一直播呀，这家伙他可厉害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撒谎的话出门嘎嘣让车撞死的，真的，兄弟们。这怎么一开播就这样似的呢？啊！麦丽素啥快递？麦丽素他赶上啥快递发什么快递？中通啊，有时候发中通，有时候发圆通，有时候发那个韵达啊。赶上啥快递发啥快递，兄弟们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！老戏骨了，狗粮啥时候发货？狗粮明天发货啊！抢不抢零食？想不想抢零食啊？宝宝起名了吗？宝宝没起名字，兄弟们啊，这两个小宝宝现在没起名字呢啊。我开始给他们起名叫啥呢，兄弟们啊，叫胖胖和墩墩，因为他们俩从小是长得就胖乎啊。俺家这两个小狗啊，打小长得就胖乎，我开始我打算给他起名叫胖胖和墩墩啊。现在的话反正是啊，以后让他们的新主人给起名嘛啊，胖胖和墩墩，胖胖是老大，他俩都可胖乎了啊，叫墩墩多难听，都女孩，我也感觉难听，兄弟们，我也感觉到难听了，所以啊，我就没敢确定这个名字啊。兄弟们，我也感觉好听的，就没敢确定这个名字，没敢用，把三万放出来吧。不是不卖狗崽吗？
咱家已经定出了一只了，兄弟们，咱家已经定出去了，咱家拢共就两只，已经定出一只，兄弟们啊，那只呢咱家不卖啊，但是呢也不是在咱家，老铁们，也不可能说是在咱们家了，因为咱家狗太多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真事儿的，老铁们，都快成那个困难户了。狗太多了，呀，狗养的越多，就跟那个孩子似的，那孩子生的越多，他越没钱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俺家如果就俺家塞文自己，或者石榴，或者带个老四，没有，咱家如果就是三条狗的话，我早就换地方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吗？我早就换地方了，啊，我早就带着他们换好地方，换大地方了。狗太多了，没法整。你租房子，谁谁谁都不租给你。你买吧，啊，那玩意儿他妈挺贵。你买一个吧，那玩意儿还挺贵。真的，你租吧，没人租给你。人都不想租给养狗的。我都找过很多地方了，兄弟们，人都不想租给养狗的。尤其是咱家狗这么多。哎，我跟人说，我说姐哥，那个养狗的，能不能租？他养狗的不行，不能养狗。他说你家啥狗啊？我说俺家是拉布拉多啊，大狗啊。他说大狗的话养外面行，你要养外面的话可以。我说我就养屋里头，养屋里头呢给你收拾干净的，没事你肯定照顾不埋的啊。他说那也不行啊，他说那也不行。我还没跟他说咱家他妈五只狗呢，兄弟们，你说我要说五只狗的话，谁能把房子租给我啊？谁能把房子租给我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我早就换地方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不想换门市房，知道吗？真不假。咱家如果就两三只狗的话，我早就换地方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你们看这个屋子，兄弟们，咱家 Seven 从有咱家 Seven 一直到现在，我在这个屋子里头我已经播了四年了，兄弟们，在这个屋子里头我已经直播了四年了，大家啊。不管是新粉还是老粉啊，都是在这个屋子里认识的我们啊。租个独门独院的只能是租别墅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播了四年了，可不呗？租个门市房不行啊，我感觉门市房没有家的感觉，兄弟们知道吧？跟家里不一样啊，最起码家里头得有个家样。什么是家样呢，兄弟们？有厨房，有卫生间，有卧室啊，对不对？像个家样，没有家样没有意思啊。家好还得是家好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租个农村的院子，现在我们这都没有农村呢，兄弟们，现在整个农村你要上农村去，农村还愿意得病，知道吗？农村还愿意得病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有两个小狗，小迷糊生的两个小狗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生的两个小狗，然后那个送给农村的朋友，送给那个谁了？不，送给之前那个我姥爷了吗？我姥爷给他的家亲戚了啊。那两个小狗疫苗也打了。然后呢，平时吃的狗粮我都给他们狗粮吃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那个就是那个村子里头就发生那个啥了，发生那个犬瘟了，我也不知道啥病，就前趟房后趟房的狗狗全死了，再也不知道咋整的。就前趟房后趟房的，就那一个村里头死了好几只狗。农村不是说农村咋的，兄弟们，谁也没说瞧不上农村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三爸爸也是农村出来的啊，我的家里就在河南省啊，河南省清风县巩营乡啊，那是我家，兄弟们啊，我小时候8岁之前在农村出来的啊，我特别怀念我的家
啊，我小时候在农村啊，那时候我记得买根那个冰棍是5分钱啊，那个冰瘤子5分钱啊，濮阳，对，我是濮阳的啊，那是我的家乡，我的家乡在河南啊，我也是农村的，所以我不会瞧不起农村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更不会说瞧不起到边上卖货的啊，卖水果的啊，卖菜的，因为我爸以前就是卖菜的，我爸以前卖过水果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也会，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看我家小区门口有老头老太太卖水果的，我都会，我咱家这个苹果啥的，水果啥的，给狗买的，我都是在他们手里买的，啊，我也希望多买点他们的东西，啊，所以我不是说瞧不起农村人，兄弟们，我只是说环境不好，啊，老铁们啊，我只是说环境不好，并不是说农村不好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我感觉我没必要解释这些没有用的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后来还回过河南老乡吗？当然回过去，09年回过呀，啊，09年回过，14年的时候回过，啊，到现在没回去过，嗯。啊，小迷糊了，快递能发货吗？也不是环境，是意识，嗯。他舅啊，他四舅，最近给四舅忙坏了，兄弟们，老铁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最近给他四舅忙坏了，他四舅啊，你去看看宝宝去，他四舅，让你姐姐歇会儿。老四，老大，你出来，老大，没事。四舅，你去看看宝宝去，行不行？你看着孩子，让老大出来歇会儿啊，让老大出来喝水儿。老大，你出来，来，老大，让他舅舅去看会儿去，让他舅舅去看，来，你去看会儿去。老大，你出来，来，老大，你出来吧，宝宝啊，好了，放心吧，啊，他舅舅绝对是好舅舅啊，老四绝对是个好舅舅，兄弟们，大家放心吧啊。好了，啊，对，老四看宝，看娃啊。看娃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，兄弟姐妹们，直播间4000多人啊，咱们直播间4000多人啊，表哥也想看呐，表哥就别看了啊，宝们长大了，不适合跟你在一块儿了啊，为什么不让Seven看会儿啊？Seven在这儿呢，Seven总叫唤。啊，出来吧，咱们来，出来吧。好啊。啊，大表哥想看，大表哥现在不适合跟宝宝在一块儿了啊，宝宝长大了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，不合适。表哥总是对他们下黑手啊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总是对这几个小狗下黑手啊，这都是亲戚亲属关系。啊，都是亲戚，大家没点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点点亮，然后想买咱家辣白菜的，咱家第三个链接，辣白菜16.9元三斤啊，16.9三斤啊。Seven，你要干啥呀，Seven？嗯，来，老爷说话，老爷看不见。大米拍了2单翅膀，但我能看着，兄弟们，我只是看不全。老四，你躺着，老四，你怎么，你，老四，你得会哄孩子呀，老四啊。老四哄孩子呢，兄弟们，辣白菜今天收到了，真好吃。好吃吧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咱的这个辣白菜，咱们东北辣白菜都这样式的啊，咱们这东北辣白菜都这样式的，特别好吃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的话你们拍一单啊，第三个链接16.9元3袋，
三斤辣白菜啊，好吃，真是的，兄弟们，真是好吃啊。老四你躺着，四哥你躺着，你让宝宝有点冷了，是不是？老四，四哥你躺这块儿啊，四哥你躺着，宝宝有点冷好吗？老四啊，哎，宝宝可稀罕舅舅了啊，宝宝可稀罕舅舅了，老四啊，好舅舅啊，好舅舅，好舅舅啊，好好舅舅啊，你看看宝，哎，你看看老四啊，宝宝多稀罕舅舅啊，看看啊啊啊，老四你快躺着，老四你躺着，让宝宝歇一歇，行不行，老四啊？啊，老四真乖啊，来来，四哥没事儿，四哥啊，好宝贝啊，哎，宝贝不许咬舅舅耳朵啊，不能咬舅舅耳朵啊，好好孩子啊，祖国那个辣白菜是不是很辣？不是很辣，是甜辣的啊，兄弟们，甜辣的啊。老四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舅舅咋当的？那宝宝挠你两下能死啊啊？咋看孩子呢，老四？那宝宝挠两下能咋的？还不愿意了？你瞅瞅你，给你委屈的，老四。老四和孩子玩呢啊，难为我四哥了。啊，四哥你躺着吧，你躺着吧，没事。四哥，你趁这个功夫，你趁这个功夫你也睡一觉，行不行，老四？啊，你趁这会儿功夫你也睡一觉啊，好吗？啊。哎，这个不能吃啊，这玩意儿不能吃啊，你这孩子啥都吃，怪不得你舅舅不喜欢你啊。小老二跟你说话呢，不能啥都吃啊，我说你舅舅咋不稀罕你呢，啥都摸，你啥都碰，怎么能行呢？啊，你给你舅舅留点尊严啊，好宝宝，老四他知道错了，四哥啊。哎，老四他老爷爷不见了，好可爱，感谢爱琴啊，欢迎爱琴来到咱家直播间，欢迎大家伙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啊，直播间4500人，大家点点亮，兄弟姐妹们大家点点亮啊，小宝宝好像小精啊，那肯定像爸爸呀，这个小狗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这个小狗啊，其实也有老四一点点身影，兄弟们，其实也稍稍微微有老四一点身影，知道吗？啊，毕竟老四是他们的舅舅啊。那个小绿豆嘎嘣脆怎么没有呢？小绿豆嘎嘣脆，大家伙还想吃那个呀，兄弟姐妹们，那个绿豆小嘎嘣脆我给你们上啊，兄弟们大家别着急，老铁们我给你们上啊，绿豆小嘎嘣脆啊，那个是的确好吃，老铁们啊，我给你们上啊，在小购物车最后一个链接，老铁们在小购物车最后一个链接啊，挺好吃的。 Seven 呢，老大，你老大跟他表哥干仗呢，两个女孩和我家土狗有一拼，你说小迷糊吗？啊，你说的是咱们家小迷糊吗？哎，别猜老爷拖鞋，你猜你四哥去，去跟舅舅玩会儿，跟舅舅玩会儿啊。木耳有没有？没有木耳，木耳没有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小迷糊，小迷糊你进来，小迷糊他表哥，他表哥进来吧，表哥进，表哥进，你让表哥进，表哥进，好了。他舅妈呀，他舅妈过来，来舅妈呀，快来快来，舅妈来，快来，孩子他舅妈快来快来，小石榴你快来呀，啊，小石榴是宝宝的舅妈，兄弟们啊，你哎呀，小迷糊你坐这儿坐这儿等啊，他舅妈，哎，他舅妈你来呀，他舅妈过来，来没事，先先宝宝，你说你什么欠儿喝的呢，小迷糊啊，四舅妈啊，四舅妈来，四舅妈，好，哎呀，啊，老四心不在焉，在里头看宝宝，舅妈来就好了，啊，舅妈来就好了，好了，
啊，他舅，他表哥，表哥也进去，表哥也进去，显显宝去啊，表哥，啊，表哥进去照顾宝去啊。行了，你们的目标，你们的目的是照顾宝宝啊。老四，你干啥呢？老四，我让你看宝宝，你看谁呢？啊，老四，感谢边牧，欢迎边牧送来的唯一守护唯一，谢谢啊！我让你照顾宝宝，那你稀罕谁呢？啊，老四，你稀罕谁呢？你坐这儿，实点，实点，坐这儿，实点，实点躺着啊！又是表哥，又是舅妈的呀。嗯，等一下啊，互相洗。嗯，让舅妈洗一洗快。这小狗快比他舅妈大了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行了，舅妈不心情不好，这舅妈不行，我的妈，你赶紧跑吧，舅妈不行，舅妈心情不好啊。哎妈呀，咋的了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完了完了！我寻思这舅妈能稀罕宝宝呢，完了，兄弟们，这家伙，哎呀！那谁道他能咬他呀？我还没也不知道他能咬他呀。老大进来，老大，老大来来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几个出去去。大表哥出去吧，他大表哥出来出来出来。哎呀，这老大舔一舔，老大舔一舔，兄弟们，老大舔舔就没事了啊。老大的唾液是带消毒功效的啊。老大唾液舔一舔。嗯，爸啊，老大快舔舔他，我看我看坏了多坏深不深，我看一下看一下，坏哪儿了？来看坏哪儿了？我看看，等一下子啊，兄弟们，我看坏哪儿了啊？哎，完了，老大心疼了，行，老大心疼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啊，我没想到咱小石能咬孩子，那不舅妈吗？兄弟们，我也没寻思那其他的呀，那舅妈怎么能咬宝宝呢？把手机自下吃这会儿啊。哎，真是的。老大没事儿，啊，你等我看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就坏了一个眼儿，嗯，起来，小明啊，嗯，就这一个眼儿，嗯，没事，没咬穿。这小狗，好，那快歇歇，快舔舔，老大，快舔舔。啊，老大心疼了吧？啊，舔舔就没了，完了。
这小石榴啊，兄弟们，咱不能赖石榴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不能赖石榴啊，跟小石榴没啥关系，兄弟们啊，石榴其实挺老实的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一点不吃亏啊，不能赖石榴啊。嗯，石榴，你说你咬宝宝干啥呀？啊，你能咬宝宝吗？三八，他咬你孙子。三八，他咬你孙子怎么办？三八，怎么办？三八，你能原谅他吗？三八，他咬你孙子。啊，三八，用三八教育教育得了。三八，他咬你孙子怎么办？三八，石榴。你石榴三咬他咬你孙子啊，怎么办？三爸都咬出血了，三爸啊，三爸都原谅他了，三爸都原谅他，没事没事，石榴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咱不能赖石榴，兄弟们啊，赖我了，兄弟们赖我了啊，感谢大家伙赖我了啊啊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他是叫。你说你他舅妈这一他舅妈出事了，你跑的比谁都快啊，老师我问你呢啊，那石头惹祸了，你比谁跑的比谁都快，你怪我了，兄弟们啊，怪我了啊，给小伙消毒没事，兄弟们，就破了一个小口，就是扎了一下子，扎了一个针，就是他这个他那牙吗，小石头牙不是尖吗，兄弟们，他牙扎进那个小狗的嘴，那个嘴皮子上了啊！你消毒也没有用，他现在已经不出血了，兄弟们，啊，现在已经不出血了啊！我给大家看看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大家没点亮的 T3 八个点亮，直播间5500人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播间5500人，大家点亮啊！要小迷糊，你早打了，那小迷糊。兄弟们，你看你说这个，那咱小明是孩子，石榴是妈妈。兄弟们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收拾石榴和收拾 Seven 啊？老铁们 ，Seven 和石榴他俩是长辈儿，在孩子当中他俩是长辈儿。你再怎么你也不能说收拾 Seven 和石榴。兄弟们，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对不对啊？那老四和小明他俩是小，老四是儿子辈儿的，小明是孙子辈儿的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说在孩子面前你说长辈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说三文的话，那多那啥呀，兄弟们，多没面子呀！啊，你要收拾小明一顿，他咱家最小，对不对？最小的肯定是最吃亏的。知道吗？你收拾他理所应当，因为他是孩子，需要管。那小石榴还用管吗，兄弟们？对不对？咱就语言上教育教育就完了呗。啊，再说刚才本身也是我的错，兄弟们，刚才我也承认了是我的错。啊，太复杂了，兄弟们，狗狗和狗狗之间他们内心也特别复杂。啊，所以咱不能说小石榴。石榴没有错，兄弟们啊，错就错在我不应该给他们放一块儿。再就一个点是，小石榴是长辈儿啊，人老四也在旁边呢，咋收拾人小石榴啊？兄弟们没法收拾啊，人家有后台，人老四有后台，小石榴有后台，兄弟们，你说人石榴告诉老四，告诉老四一声，人老四以后罢工了，不演戏了，咋整啊？老四现在是主角，我还欠他挺多工程款呢。对不对？老四现在不管我要，这样是把石头惹毛了，真告他老四了，老四真管我要，兄弟们，老四再把我告了，真啊，有点犯不上啊，你能理解就理解，兄弟们，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，兄弟们啊啊，那老四现在男一号呗，整不了他，有后台人家。说一些没有的，哎，你说，你兄弟们，咱不就是讲笑话吗？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你说来我直播间，你来我直播间干啥呀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来三八直播间干啥呀？不就听笑话吗？兄弟们，你看狗狗也是看笑话来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？
对不对？你看小狗也是看笑话啊，也是看好看呢。要不你来我这干啥呀，铁子？有那功夫睡会觉行不行啊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如果要是我的话啊，没有意思的话，早就去睡那讲解中的辣白菜，16.9元三斤，兄弟们啊，咱家东北辣白菜16.9元三斤辣白菜啊，三斤就是总共加一块是1500克啊。狗狗吵架正常，老爷说的正确啊。拉布拉多多少米？咱俩不卖狗，咱俩不卖小狗啊，小狗开始越狱了，他们现在。嗯，长得真快，这几天都长这么大了。狗，你们就是咱小迷糊啊，他现在才多大呀？还不到一岁呢。小迷糊现在，他不到一岁呢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功能，失去了作为一只啊儿子，小迷糊变化大不大，兄弟们啊啊，他这一年当中变。大不大？小狗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两个小狗都是母狗啊，这两个小狗都是小母狗。最讨厌石榴，最讨厌石榴和小迷糊了。嗯，大家不要讨厌我们家小石榴和小迷糊啊！俺家小石榴和小迷糊，小迷糊现在是男二号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现在是二乙的二号啊。小迷糊有意思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，老铁们啊，敲了呀，嗯呐，敲了啊，让我给他宰了。小迷糊啊，我当时我就跟小迷糊说了，给小迷糊震惊完了，兄弟们，小迷糊下手术台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小迷糊，你那蛋人老爷给你宰了啊。小迷糊哈哈啊，哎，你都不知道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当时我跟小迷糊说，我说小迷糊呀，你那蛋人老爷给你宰了。小迷糊张了一下午嘴，兄弟们没合上啊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张了一下午嘴没合上啊，气坏了啊，紧接着第二天就给忘了。那啊，干啥的？啊，干没啊？啊，干啥呀？啊，你干啥呀？啊，你骂我，小迷糊，兄弟们，你们见不见过小迷糊骂我？老铁们，小迷糊会骂人，当时骂我骂可难听了，疼不疼？打麻药了。小迷糊其实啊，当时就相当于啥也没发生一样，为什么要做了呢？啊，为什么要做了？我跟你说为什么吧，兄弟们。啊，因为小明是公狗，咱家本身就有一只拉布拉泰，啊，我不想让咱们家再有啊拉布啊太不太布啊，就是说小迷糊我肯定管不住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就是咱俩十个如果再发情的话，小迷糊可能就是下一个老四啊。我如果不给他做绝育的话，那只能是恶性循环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只能是恶性循环，最后咱们家全是他妈骡子，相信这句话，你肯定管不住小迷糊。说实话，真是管不住他。怎么没敲老四呢？因为老四是我们家 Seven 的长子，兄弟们啊，属于长子。啊，对，骡子身体好，骡子身体好是好啊，没有用啊，只能留着吃肉了。老四是家里的长子，所以没给老四做了。啊，大家没点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点点亮，咱点点爱心，把爱心点到50000，兄弟们来，咱把爱心点到50000啊！谢谢大家伙儿，啊，谢谢大家伙儿。然后呢 ，seven 你别叫唤，这个 seven 呢可能叫唤了 seven， 你要干啥？又想吃苹果呀？啊 ，seven 你又想吃苹果呀？你只要你不叫唤就给你吃，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
莫多老四都应该做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放心吧，啊，咱家老四呀，也快给老四找媳妇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咱也快给老四找媳妇了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你们放心啊，三元街我指定的兄弟们，给咱老四找一位相当的啊，差不多的好媳妇，兄弟们，啊，大家不用着急，兄弟们，只能给老四找一个差不多点的好媳妇，啊，谢谢大家伙。嗯，然后呢，兄弟们又想买咱家大米的啊，石板大米，二号链接石板大米啊，我洗手给大家看看咱家大米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款大米呢，相当相当的不错啊，58米十斤大米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你们看完咱家大米，兄弟们，你们要是感觉不好的话，你们再走，行不行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如果要感觉不好的话，你们再走，咱们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大米，兄弟们都能吃着大米。对不对？都吃大米啊！我希望啊，大家啊，拍点好大米，好吧，老铁们啊，我给你看咱家大米，兄弟们啊，咱家石板大米也称之为响水大米，兄弟们啊，东北的，咱们东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产的这个大米，它就是石板大米啊，大米非常香，老铁们啊，我们家每天都在吃这款大米，兄弟们啊，给你们看看啊，老铁们。说大米非常好吃，什么玩意儿？有人问你大米会不会一直卖？说大米非常好吃，大米肯定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大米有了有咱就卖，没有咱就不卖了。这全是今年的新米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你现在买这个大米，我能保证咱家这个米全是新米。你要年后买的话，开春买的话，知道吗？那时候米就不是新米了。啊，因为现在这个米刚现是新下来的，这不刚进冬天吗，兄弟们，这米全是新米，所以这时候这个米好吃。老铁们，你看咱家这个米，有的朋友说咱家这个米打蜡了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米真没打蜡，兄弟们，就是原装的这个米，知道吗？啊，长出来这个米就这样式的，啊，这个米一看就好，威海包邮吗？必须包邮，兄弟们啊。三幺八，我给你们推荐这个米啊，啊，你指定不再说后悔的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你拍上那么一单，指定不再说后悔的啊！在下方小购物车啊，第二个链接，石板大米，5公斤，兄弟们，5公斤也就是说10斤，啊，10斤大米包邮啊，兄弟们，你说大米好不好吧，兄弟们，啊，有想买石板大米的兄弟们，大家拍一单石板大米，看这石板大米，兄弟们，看这个粒儿。看这个粒儿啊，我从上面给你掏。看咱家这个响水大米这个粒儿啊，这石板大米也称之为响水大米，兄弟们啊，看好不好就完了啊，你就吃吧，这米特别香啊，兄弟们啊，就你们米饭屋里的飘的全是香味儿，就别人家一进你家屋里的话，兄弟们啊都不想走道了，知道吗？就这个米你不用就饭，不用就菜，知道吗？你干吃米你都能吃进去，因为这大米好吃啊。五常大米也是对啊，五常大米也是咱们这个地方拉过去的，知道吗？有很多五常大米都来咱们这拉大米啊，五常大米来咱这拉大米，回去它变成五常大米，就变成稻花香，兄弟们啊，变成那个稻花香都卖上百一袋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，都卖上百一袋。这是长粒香吗？抽真空的吗？不是抽真空的啊，你抽真空的话就贵了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米就是这个包装的啊，我不做精装的，兄弟们，不做什么米砖啊，因为你做成米砖需要钱，知道吧？你做成精装的也需要钱，需要精装的包装也需要钱，兄弟们啊，我整的精装的纸盒子，做那精装的米砖，兄弟们没有用，你也吃不到嘴里去，啊、嗯！我感觉这种大米是最好的，而且呢，兄弟们，这个大米呢还不怕捂，知道吗？这上面都有眼儿的，你看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个大米带上有眼儿，知道吗？大米不能捂，你捂的话，大米就容易生虫子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？就咱家大米啊，就是说都是有通气的、通风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大米不能捂，啊，你要做成米砖的话。反正怎么说怎么好，米砖啥做成精装好看，
好看它就卖的贵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多钱一斤？遭罪了。嗯，一袋是新米啊，咱家这个大米一袋是58，兄弟们，一袋是58啊，而且是真新米，兄弟们，好吃啊！你看咱家大米，兄弟们，我一想让大家给我差评都没有啊，我不是说想要差评，我让大家实话实说，大家给我的评价啊，给我的评价，你们给我的差评越多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进步就越大，知道吗？啊！我希望大家跟我实话实说，米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哪儿产的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渤海镇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查一查，兄弟们，你们上网上查一查，你们查一查这个响水大米是哪儿的，兄弟们啊，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产区、核心保护区啊，你们查一查这个响水大米是产自什么地方的啊？你就打响水大米就行了，他肯定会告诉你响水大米产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渤海镇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、嗯，因为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它这个大米是产，就专门产响水大米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啊、嗯，到我家给石头做手术，一袋多少斤？一袋是10斤，兄弟们啊，5公斤嘛，5000克，1000克等于2斤，5000克等于10斤啊，5000克等于10斤，黑土地的啊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兄弟们啊，便宜大米咱这也有啊，咱们这也有便宜大米，但是我这个兄弟们，我绝对不是做的便宜大米啊，我更不会说拿这个便宜大米当好大米卖给你们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我拍了，回来尝一尝。冻干狗粮有活动吗？你们现在有想买冻干狗粮的吗，兄弟姐妹们？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有想买冻干狗粮的吗？啊，冻干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冻干狗粮现在第14个链接啊，115一袋啊，3斤的，兄弟们，1.5公斤的这个，有没有想买冻干狗粮的？有啊，好，兄弟们啊，老铁们，我不过多介绍了啊，因为我不过多介绍了啊，你感觉便宜你就买。你感觉不便宜你就不买，行吧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冻干狗粮啊，咱家这波是第14个链接，不是115吗，兄弟们啊，115啊，兄弟们买一袋送一袋来啊，大家去买吧，买一袋送一袋，有想买的话你们去拍吧啊，第14个链接不能改价，兄弟们啊，好吧，你们直接拍就行，我指定给你发2袋啊，咱不能叫唤，你们就拍就行了，我指定给你发2袋，就咱现在拍的，咱家后台有客服，兄弟们，咱家后台有客服，你这个时候拍的肯定明天给你发2袋啊，你放心啊，115啊，价格就不改了，内容也不改，你们直接拍就完事了啊，1.5公斤的，兄弟们啊，三你别叫唤，爸给你拿零食，咱们爸给你拿零食。太划算了，哎呀，咱家东西，兄弟们，我希望在家里头养狗狗的兄弟们，你们就关注咱家的店铺，你们就关注咱家店铺，咱家店铺一年四季，我跟你说，咱上新品，这个新品别人家都不敢卖的价格，我敢卖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嗯。115，兄弟们啊，在第14，在下方小购物车，兄弟们啊，第14个链接，这个豆彩狗粮啊，有豆彩冻干，兄弟们，这里有冻干，一个冻干鸡肉、冻干鸭肉、冻干蛋黄都有啊，我不过多的介绍了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知道的话，你们拍就完了啊，这狗粮你们知道，你们就拍就完了啊。明天优惠吗？明天，咱们明天再卖，明天有啊。你们家种大米吗？不种大米，俺家不种大米啊。三，你真别叫唤了，三文，真的。嗯，我还服了这个三文了。
硬杆几只？硬杆五只啊，硬杆五只，19块9一只，兄弟们啊！三，你别叫唤行不行？嘎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是的了！第十二，兄弟们，那个第十二个链接啊，硬杆100米五只啊，赠一个优能盖，兄弟们，赠一个优能盖啊，这个优能盖，小宠的优能盖啊。感谢大家伙啊！冻干不行，全是进口冻干，冻干不行，全是进，那就不买，兄弟们啊！这个不，我不强求大家啊。辣白菜辣不辣？辣白菜甜辣的。好了，三万，你只要不叫唤就有东西吃，你叫唤就没有东西吃了啊，三万。啊，咱家属你，现在属你最听话了，三万，知道吗？颠颠的，三万啊。39块钱那个玛莎可以当狗粮吃吗？可以当狗粮吃吗？什么意思？39块9的玛莎棒可以当狗粮吃吗？那怎么可以当狗粮吃呢？这就是宠物零食啊！你训狗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宠物零食一样啊，不能当狗粮吃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桌子，明天我赶紧撇了它，买个新的。这个桌子明天赶紧撇它，买个新的去。啊、哦，买个新柜儿。哎，20斤的狗粮有特价吗？20斤的狗粮不许叫。20斤的狗粮在第6个链接和第7个链接啊。都是13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都是139一袋啊。对，不能叫三万，要你们抢零食吧，好不好？不许叫，真的，你三万，你太不让我省心了，三万。都不叫，就他叫，我不给你，我就不给你。玻璃拿了吧，把这玻璃拿了，玻璃让他们干碎了。哎，这个桌子该换了，你们这个不许叫唤，在吗？你听话，在吗？啊，我得控制你的耐心，真的，三，我得控制你耐心，我不行，我非得控制他耐心。我就发现我整不了你了，三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现在跟小迷糊一个性格，你俩，老四、老大，你俩都进去。我就控制你俩耐心，我看看能不能控制住。老四、老大进去，老四。小石亮，6、7链接狗粮，雪纳瑞可以吃啊！我必须得控制他耐心，兄弟们，要塞完真是整不了他，我真是整不了塞完。我看你俩谁有耐心，来三哥来，我必须考验一下子啊！三过来坐好了，三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小牛坐这儿。我看你俩谁有耐心。不许抢。我没说吃，谁都不许吃啊！谁敢吃，我打谁嘴巴子。感谢花魂姐姐。
了啊！吐了，吐了，能不能听话啊？那老爷不是没让吃吗？啊？真的呢，小迷糊，真的。咱要偷吃一个啊！你过来，咱来，过来。你再敢偷吃，你试试，小明啊！不许偷吃，知道不？他不许吃。我再给你来一次机会啊！没有狗粮桶，咱家没有狗粮桶，光欺负小迷糊。我没说吃，你俩谁都不给吃啊！你看我揍你不？三岁，三岁，三岁，三岁听话，给三岁吃，吐了。小牛，你能听话不？啊？老爷求求你了，三岁。啊，五哥，你俩真行，你俩真行，真的。哎，哎，我都怕他咬着我。说他俩真行啊，兄弟，你看着了吗？他俩是一个性格的，行吧？你们瞅见了吗？啊，你们瞅见没有？他俩是一个性格的。老铁们，你就说三文和小明他俩性格像不像吧？啊？原来小明是遗传，哎呀，真的，他俩性格老像。介绍一个可靠的狗，买狗的地方，老哥，可靠的买狗的地方啊！你上我们亲家那买狗去啊，妥妥先生，铁子，啊，他的狗狗非常好啊，而且呢，狗狗特别温顺，啊，他们家的狗的品质都像俺老四那种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上他那买就行，太像了，他俩坐好了，老三，三哥过来坐好了，三哥过来，来，我看你俩最后谁在偷吃啊？弄。No， 忍住，退退，忍住了。不许交头接耳啊！预备，三，
小迷糊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心态崩了啊！操你这干什么呢？啊！过来，不好了。等我喊到三的时候，你俩再吃啊！不许吃！我喊到三的时候再吃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咱家这个肠胃宝的啊，第五链接肠胃宝49两盒，兄弟们，咱家肠胃宝49两盒啊，每一盒都是10包啊，都是赠品，兄弟们啊，不许动。肠胃宝在第五链接，我正在讲解啊，49米两盒啊，49米两盒啊，预备，我跟你说啊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单独和 Seven 在一块的话，小迷糊是不可能抢过 Seven 的啊，他是不可能抢过 Seven 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 Seven 灵敏啊，小迷糊没有 Seven 懂得多，知道吗？啊，咱 Seven 比小迷糊经历的也多，所以 Seven 抢的指定快啊，预备就吃了。希望还是老的辣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啊！对哥，来，站好了，别动，兄弟们啊！老铁们，咱玩一个新玩法，我把这个零食放到他们的身后，兄弟们啊，我放在他们的身后，老铁们，你们看他俩谁能抢着？想不想看，兄弟们？想看的好朋友想，大家扣个一，老铁们想不想看？啊，我放在他们的身后，啊。不许动，弄啊，好，看着了吗，兄弟们，就在身后呢啊，坐起来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你说他们俩谁能抢着，兄弟们啊？小迷糊回头，各就各位。小迷糊，你不能回头看啊！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三没有小迷糊灵敏呢，啊，三没有小迷糊灵敏啊。好了，三你坐下吧，三坐好了，爸给你个奖励，三王啊，三王也努力了，三你坐好了，三坐好了，三王也努力了啊，三王，啊，好了，三你坐下，三坐，坐好了啊。然后呢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儿有需要咱家这个擦脸巾的啊，咱家第四个链接，兄弟姐妹们，咱家第四个链接，咱家这个擦脸巾啊，就是我媳妇儿总用的擦脸巾，我姑娘也用啊。咱家这个擦脸巾呢，这一包呢，兄弟们，这一包是40，这一包是50张，老铁们啊，一包是50张啊。这一包大小是多大呢？啊，大小这么一撑开啊，是20×20的啊。而且呢，这只是纯棉的，兄弟们啊，擦脸的啊。洗完脸之后可以拿这个吸水，知道吗？脸上的水呀、啊，可以拿这个吸干净，特别卫生，特别干净，知道吧？这一卷是50张啊，咱家是拍一发6卷，兄弟们啊，39.9元6卷啊，这是纯棉的，不含荧光剂，不含涤纶，兄弟们啊，特别健康这个啊，兄弟们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拍单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纯棉的，这个叫英，这个叫洁面巾，洁面啊，棉柔巾啊，兄弟们有想买的话大家拍单啊。然后呢，老铁们，这个呀是婴儿和
啊，婴幼儿都可以用啊，正在写着呢，兄弟们看了吗？婴幼儿皆可用啊，39.99啊，39.99，总共是300张，兄弟们啊，平均和1.33毛一张，老铁们，这一张和1.33毛一张啊，兄弟姐妹们，你就说咱去买那个面巾纸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咱买那个面巾纸还得多少钱呢？啊，三，你不能叫唤，我发现你三文可愿意叫唤了，看宝宝行吗？三，你过来来啊，洁面巾39.96啊，粘天使洁面巾啊，磨牙棒几盒？结齿棒是6盒，兄弟们，结齿棒是6盒啊，不，结齿钢棒，结齿棒是4盒啊。咱的客服来，咱客服第24个链接结齿棒，给大家改个价格来，39.94四盒啊，这是39.94四盒。现在呢，兄弟们，大家咱洗脸巾好用是吧？干净卫生啊！客服改下价格，把这个改成9.9一罐，兄弟们，这一罐呢，结齿棒狗狗非常喜欢吃。刚才俺家 seven 他们抢的就是这个啊，小铁们 ，seven 他们抢的就是这个啊，改成9.9，来客服改价，9.9一盒啊，9.9一盒啊，兄弟们啊，改价了吗？我看客服改没改价，兄弟们啊，大家先去拍吧，压盒这个啊。应该是改完价了，老铁们，应该是改完价了，大家直接拍就可以了啊！我看看啊，再抢一次，老铁们，现在应该是改完了啊，你们直接拍就行。再抢一次，再看一会儿啊，9.9，老铁们啊，客服啊，改没改价？没改。客服寻思啥呢？干不干了？不干回家。给客服一点时间。9.9啊。客服超级好。人家早改了。9.9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去拍吧啊！咱家这个结齿棒，兄弟们做好了啊！俺家三和小明他俩，俺家狗都喜欢吃这个结齿棒啊。这结齿棒啊，像是狗狗，你看俺家三牙特别白，兄弟们，你看俺家三牙特别白啊，改了，改了啊！9.9一罐，兄弟们，这一罐是35根，一罐是35根啊，这么长，兄弟们，一根35根。啊，小明把你牙齿露出来，来，小明把你牙齿露出来，小明我来，看小明牙齿白不白，兄弟们看，他有牙渍吗？不许动，总吃这玩意儿吃的，知道吗？三万，你看，三万，你看，看，你看三万，三万，三万这点有啊。但是咱家三个牙基本是白的啊！过来，来，快点过来，来，过来看看，来，三个牙，三个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俺家三个牙不黄，兄弟们看了吗？啊，三个牙不黄，知道吗？啊，天天吃没问题，没改。第几个链接？我现在正在讲解39.9这个链接，兄弟们，我看改没改啊？这客服行个嘚儿呢啊！改了改了，兄弟们改了啊！39.9四个这个，兄弟们，你们如果要没给自己家狗狗买过的话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买一单啊，9.9一罐，兄弟们啊，客服委屈了，这一罐9.9啊，35根，兄弟们啊，有延迟啊，下单了9.9。其实改不改都一样，是改不改都一样，兄弟们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有人他就不想买这些，知道吗？有人他就不想买这些，知道吗？他也没吃过，他不想买那么多啊。咱俩改完之后呢，相当于给自己家狗买一单尝一尝，好吃的话以后再大家买4盒的啊。我这也算是9.9啊，我不挣钱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老铁们，
啊，你看吧，咱家快递兄弟们，咱家一个快递包一个快递就4块钱啊，我四罐我发4次的话，4×4=16兄弟们，你们感觉三元店挣钱吗老铁们啊，4×4=16兄弟们知道吗啊，咱这一单我这一单我就挣1块钱兄弟们知道吗，我就挣1块钱啊，都不挣钱老铁们知道吗，就是一个销量，大家伙尝一尝，对吧，咱就尝一尝这个啊。嗯，全都被快递给赚了，可不呗，都让快递给赚了。给小迷糊哥。怕买了不喜欢吃，对呀，有的人怕买了不喜欢吃，正好你现在你拍一单回去了，哎呀狗狗喜欢吃，下一回我得3元8折买4罐。是不是啊，啊啊，多卖点自己赚一些，你自己赚一些，你多卖点，哎，咱家这个不赚钱，有别的就行啊，勾来回勾一勾，来回勾一勾啊就行了，啊，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拍了呀，微信付不了款，三做好了再抢一回，三做好了再抢一回啊，小明过来，小明过来，小明来再抢一回啊。人也能吃不了呀，人吃不了啊，人吃不了啊，做好了呢，做好了啊，怎么买不了了，做好了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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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好啊，不许抢啊，这么你俩趴下，你俩趴下，咱趴下，趴下，咱趴下，小明趴下，趴下，小明啊，好，小明趴下啊，好兄弟们，我让他俩抢啊，好，小明你俩保持在一个起跑线啊，老铁们你们发现没有，我给你们仔细看一下子兄弟们啊，我给你们仔细看一下子，你们就看三和小明他俩长得像不像，坐好了，三坐好了，趴下趴下，小明坐好了，趴下，低头看这耳朵，还有你哥，你俩是才那么像啊，你俩长得像啊啊，你看脑瓜子，你们看脑瓜子，坐好了，三哥坐下，趴下，你看俺家老三位脑瓜是穿着穿着那个眉啊，小迷糊，你看小迷糊脑瓜上，看眼睛，看眼睛，兄弟们，就是色儿不一样，就是色儿，除了色儿，三不能叫唤，耳朵这个形状，老铁们，耳朵这个形状啊，他俩像不像兄弟们？俺家三和小迷糊不单是性格像。而且呢长得也像，就是那么色儿不一样，坐好了，咱们来推推推推推，趴下趴下趴下啊啊，看看兄弟们，大俩眼神儿坐好了，咱们是不是像，老铁们趴下来，要不然俺家三文呢跟小迷糊亲吗啊，三文那么聪明，不像不像，三漂亮一点，我说的啥呢兄弟们啊，咱俩小迷糊随 seven 知道吧，他肯定是不是跟 seven 那么超级像啊，但是是随上咱家 seven 了啊，随上咱家 seven 了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 seven 的大眼睛多漂亮，微信支付不了了呀，微信本身也支付了，咱家那是淘宝链接兄弟们啊，淘宝链接的话微信支付不了啊，小迷糊啊，把老四他们放，虽然你不能叫唤了啊，你让爸爸省点心吧，虽然我真不喜欢你了，三文你总是乱叫唤，爸爸真不喜欢你了，三文知道吗啊，你说你们俩
老家的狗狗每一条都有特色。你别叫我三文，爸爸求求你了，我跪下了，给你跪下行不行，三文？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三文，我给你跪下了行不行？啊？你让爸爸省点心吧，行不行，三文？啊？这孩子，三文渴了才叫的，我看有没有水那边。不能弄啊，不能弄，这个热，我这个来，这老师怎么发出来啊，他偏要叫，非得叫，非得叫唤，老师出来吧，老师四哥出来吧，来吧，呲儿呲儿就出去了，咱还没吃苹果呢，哎呀，俺家这个大塞文呢，塞文这个大塞文呢，他真喜欢吃苹果，兄弟们，啊，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几瓶39.9元，4瓶39.9元啊，4个39.9元。放石榴，等会儿再给放吧，再喝点啊，等会儿呢我给石榴放出来，平底锅吧，石榴出来吧，石榴，小明你要干啥去，那小宝宝怎么跑那儿去了呢，啊，你咋跑这儿来了呢，我回去，这小狗，嗯，老大要进来是咋的呀，老大呀，你能怼回这个窝干啥呀，老大想进来，老大可能想进来喂宝宝的，老大进来吧，你想进来喂宝宝吧，去吧，三文没有无缘无故的叫，他的确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叫啊，兄弟们，俺让三文去医院在这啊，他看好哪个吃的了，你要不给他吃的话他就叫唤啊，俺让三文盯上哪个东西了，你不给他吃他就愿意叫唤，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平底锅吧啊，老铁们，你们想吃平底锅不是不是？第40个链接啊，第40个链接平底锅吧。感谢鹏啊 ，PLY 鹏，欢迎哥哥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谢谢鹏哥哥啊，谢谢哥哥啊！几点下播？老爷今晚几点下播？我今天晚上12点多钟就下播。啊，明天咱早点播，兄弟们，明天咱早点播。三，我看你要盯着啥了，你指定又盯着这个零食了，对不对？三，不过这个零食你不能再吃了，爸爸给你切苹果吃，好不好？好的话，你小声叫一声，三，行不行？啊，行哈，那行就行啊，小声叫一声，不能吃这个零食了啊，爸爸给你切苹果吃啊，好宝贝儿，三最乖了啊，好宝贝啊，平底锅巴，兄弟们，平底锅巴是哪个呢？这个平底锅巴，兄弟们，平底锅巴9.9元一箱，这一箱呢是300克，兄弟们，这个平底锅巴是一箱是300克，9.9元啊，然后呢这里头是这样的，兄弟们啊，马赛克平底锅巴，首先咱们看看好不好吃啊，里边有5包，9.9元一箱啊，你这里这个时间人气挺旺，三文你坐下听话，三文你听话啊，为什么说咱家人气旺呢，兄弟们，因为咱家吧，咱家铁粉，咱直播间全是铁粉，三爸爸玩的啊，在快手上也算是待了4年，兄弟们啊，喜欢三文的朋友们很多啊，才导致咱们家人气这么高啊，也不是高吧，兄弟们
啊，也就是才导致咱们家有好多朋友都喜欢看咱家狗，知道吧？不是无缘无故的啊，咱家狗狗第一呢也有意思，一看老四就搞笑啊，一看三文就聪明，一看小迷糊啊就有意思，是不是兄弟们啊？谢谢大家伙啊，如果没有大家的话，可能说三文爸这点直播也没人愿意看了啊，老铁们谢谢你们啊，说话不叫不给才叫，明天早点播吧啊，对，各方面吧，兄弟们都有意思，咱俩狗都有意思，才有人看。平底锅吧啊，大家想买平底锅吧的啊。嗯，这个平底锅我挺好吃，兄弟们啊，9.9这么一箱，嗯，跟我之前卖的平底锅不一样。2020年12月3号生产的啊，这一箱平底锅巴300克，嗯，卖9.9还包邮啊，挺好吃。都是香辣吗？我看这个啊，这个香辣味的啊，这是香辣味的，看这个啊。都是香辣味的，这几个都是香辣味的啊！爸，我给你切苹果吃，咱们啊，好宝贝啊！你家狗掉毛吗？俺家狗也掉毛啊！掉毛的话，底下梳子啊，专门给狗狗梳毛的梳子啊。专门给拉布拉多梳毛的梳子，兄弟们啊！啊，俺那三人最喜欢吃的苹果，一袋多少克？一袋300克，兄弟们啊！咱家这个锅巴是一袋300克。吉特除臭剂2瓶是39.9吗？错，兄弟们，啊！2瓶多少钱？咱上次双十一的时候，咱家做的是39.9吗？我记得我这个价格，兄弟们，1瓶啊，看着啊，咱们家客服改一下价格来，客服改一下价格啊。三元爸今天性情一把，兄弟们啊，吉特除臭剂啊，第10个你们，吉特除臭啊，来客服改价，35两瓶，来兄弟们来，35两瓶，兄弟们，你说便宜不便宜不？啊，老铁们，咱家是在便宜的基础上又便宜啊！还有啥好吃的？先等会儿，我给他们切完苹果的。客服改价35两瓶，来客服，客服呢？小迷糊来，小迷糊，小迷糊来，真笨，小石头。小石头今天愿意吃苹果，哎，他今天还不愿意吃，没改呀。客服改价了啊，客服啊改价了啊，第10个链接，迪特除臭剂35两瓶啊，改完了，兄弟们改完了，大家现在去拍吧啊。咱家这个迪特除臭剂1瓶是1000毫升，2瓶是加一块是2000毫升，兄弟们啊，我觉得啊，兄弟们。咱家卖的价格，我绝对是对得起咱们家铁粉兄弟们啊，对得起咱们天天来我直播间看咱家直播的好朋友们啊，绝对对得起啊每一位啊尊重啊三安爸爸的每一位好朋友们啊。
没改。稍等，兄弟们啊，咱客服有点什么老年痴呆，兄弟们，嗯，请大家理解一下子，客服有点慢动作啊。小明，过来，你家真的划算，改了啊，改了，兄弟们，肯定得划算的，兄弟们啊，下单了，我看改没改啊？客服很好的。客服不是我媳妇儿，客服是一个帅哥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如果有喜欢我家客服的，你们可以拉过拉过他，拉过拉过他，嗯，没事跟他拉拉过拉过感情啥的，嗯，改完价了啊，34.9元，兄弟们，客服又给大家便宜了1毛钱，三你别叫唤了行吗？爸爸求求你了，三文行吗？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在咱家买完东西，我知道你真的，你看三八，我每次搞活动给你们的力度，你们都不愿意上别人家买东西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三万，小迷糊，老四。石玲。老大买了一袋奶茶，我给你们拿狗粮啊。那一个是客服啊，我去聊聊客服啊，就淘宝客服呗。你问他你有对象吗？他会跟你说他有，特别高冷啊。鱼油，吃吧。嗯，是不老大？嗯，开的淘宝店，和客服叫 RZD 的特别好啊，他就叫 RZD 啊，他就叫 RZD， 喷的啥玩意儿？喷的是那啥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喷的是那个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鱼油，鱼油，兄弟们啊，喷的是鱼油，嗯，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，三不吃了吧啊，狗子不喜欢鱼油，狗子不是不喜欢鱼油。啊、嗯，他们也吃饱了，兄弟们。啊、嗯，辣白菜没有了，辣白菜有啊，兄弟们，辣白菜有，辣白菜在第三个链接呢，16.9元三袋儿。啊、嗯，16.9元三斤。嗯，16.9元三斤，特别好吃的辣白菜。鱼油在哪个链接？鱼油没上，兄弟们。鱼油没上，因为鱼油马上就没了。啊，鱼油马上没了，我要给咱家狗狗留着，等三元店给大家上啊，看看明天库存多些，兄弟们，你们要想买鱼油的话，明天来咱们直播间，咱库存有多些，明天直接给大家秒了，兄弟们啊，明天就直接给大家秒了啊，好吧，小淘气益生菌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咱家只有小宠呢，啊，又拍除臭剂的效果非常好。你家烤冷面推荐给大家，好吃，谢谢啊，谢谢吕布不停啊，步履不停，谢谢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咱家还有好多的零食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还有，就比如说兄弟们，就比如说今天咱家新上的这个叫啊麦丽素，兄弟们，9.9元一罐，老铁们啊，9.9元一罐这个麦丽素啊。这里边是啥呢？
这里都是巧克力的糖，9.9一这一瓶啊，这一罐有多少克呢兄弟们啊，168克，涂层型，带可可脂巧克力啊，巧克力在下方小课我正在讲解兄弟们啊，正在讲解，也就是说在第34个链接啊，买好了，这也好吃兄弟们啊，你看里边啥样的啊，就这种，哎，外面是一层巧克力，嗯，里边这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，里边像是，像啥，像那个爆米花，嗯，外面一层巧克力，这一盒呢有50个，一盒有50个啊，明天几点开播？明天中午11:30兄弟们，明天中午11:30啊，嗯，锅巴一包多少啊？有多少？锅巴这一包啊，兄弟们，咱那锅巴一包是60克啊，这一箱呢总共是300克，一箱总共是300克，锅巴在第，锅巴在第40个链接的兄弟们啊，在第40个链接的啊，很甜吗？麦丽素啊，你要是糖尿病，真是不能吃这个麦丽素，这个巧上面这层巧克力挺甜的。我再给大家开一个，兄弟们啊，第三十四个链接这个麦丽素，外面这层巧克力包的非常厚啊，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这个麦丽素。上面这层巧克力你说包的厚不厚啊，它不是精薄一层啊，它是挺厚的一层，知道吧啊，好，还这个妙酸奶梅啊，马赛克妙酸奶梅也好吃，9.9，烤冷面一袋多少张？烤冷面一袋是10张，总共是2袋，16.9两包，总共是20张，啊，赠送4包料和1把刷子啊，啊，这个在哪儿呢？这个在第39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话梅呀，在第39个链接买了，玩儿有玩游戏不？没改价。你看这个话梅兄弟们啊，梅马赛克，果大肉厚才好吃，这一个里边有50个兄弟们啊，也有50个啊，看这个话梅好不好吃啊，好吃，嗯，这是那个梅肉兄弟们啊，咬一口，嗯，酸甜的，9.9，麦丽素不是9.9啊？麦丽素不是9.9，不是9.9就别拍了，兄弟们啊！不是9.9的话，大家就别拍了。我看是多少钱啊？
曼灵素不是9.9吗？它是2罐，兄弟们。那你们别拍了，兄弟们啊！2罐26.8，9.9的卖没了，兄弟们，没了，你们别拍了，兄弟们啊！别拍了啊，卖没了。大家都怀念老四小时候吧。行了，兄弟们啊，没有的话大家别拍了啊，感谢大家伙。咋了塞文啊？奶没包邮吗？包邮的啊，下了一单支持你，谢谢惠美啊，谢谢惠美。欢迎美美姐啊！酸奶梅多少个？50个，这里头得有50个啊！我查过，酸奶梅这个9.9一箱。老大，你咋吃呢？老大啊，老大是独享一盆啊！俺家老大能吃一盆狗粮啊！松露巧克力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有的好朋友真想要，兄弟们真的有的好朋友们啊，咱家东西是真想要，松露型巧克力9.9一箱啊。第35个链接是哪个呢，兄弟们啊？这个啊，这一箱有多些呢？200克，老铁们，这一箱是200克啊。这个一个里边多少个我给忘了，忘多少颗了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什么样的呢？看看啊，上次是酸奶粉，上次是24.9，现在是29，现在没有活动啊。这是看着啊，我给你咬开啊，哎，快咬开，里边是啥样的？9.9一箱，这个。松露巧克力，一箱忘多少个了，应该是20多颗啊，20-30颗吧。没有麦丽素好，肯定没有这个包装好啊，这个包装它也好看呢，但这个有点贵，营养膏几个，营养膏5个啊，营养膏100米5支，但是呢，你买5支营养膏，我送你一个那个是优能钙，老铁们啊。拍一发6啊，营养膏我送个优能钙啊，优能钙是哪个？你拍5支营养膏，我赠给大家这一瓶优能钙，知道吧？这一瓶优能钙是120毫升的啊。麦丽素好吃，人吃的。这个是纯纯的啊，巧克力，兄弟们啊，9.9一箱。这个好吃，海藻粉直接放狗粮里就行，直接兑狗粮里就行了啊。这又一颗啊，嗯，做游戏吧。奶茶黑糖味的好喝啊，兄弟们，黑糖味那个好喝，这个巧克力不能吃太多了，味儿太浓了。来一杯苏打水吧，来一瓶苏打水喝。老大是不是包了了啊，狗粮？老大把狗粮都给包了了。哎呀，这辣白菜袋还在这儿呢，谁吃辣白菜了刚才啊？
买了，麦叶素也买了，锅巴也买了，谢谢啊！风再难，我在听。Seven， 你可不能叫唤了，好吗？好吗，宝宝 ？Seven 宝宝，你可不能叫唤了，好不好？听爸爸的话，好吗 ？Seven， 咱不许叫唤了，好不好？嗯，老师也乖，老师也乖。怎么没了？他今儿贵了啊！除油剂买了，摸摸塞吧。谢谢咱家好朋友们啊！三宝宝最乖了，三宝大宝贝最乖了。狗上路腿瘸，看看有没有受伤，特别是脚上有没有扎东西，脚趾甲的有没有问题。没吃了吧？老四，老大，你吃不了了，你吃不了，你给别人吃啊！对，给别人吃。我再给你们添点狗粮，那我再给你们添点狗粮来，我给你们再添点啊。我想撒点鱼油。来吧，不能护食啊，健康最重要。喷的这是啥？喷的鱼油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喷的是狗狗的鱼油，这个鱼油是补充提高免疫力的，知道吗？深海鱼油啊，听话三万。老铁们，你说我今天我一天喂俺家狗喂几顿了？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吧。我这一天，我从下午的时候，兄弟们，我从下午的时候喂赛文他们几个吃狗粮，吃多些了，老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下午的时候我就喂了一盆，喂了半盆，这晚上之后我又喂了半盆，早上我还喂了半盆，这一天他们吃了一盆半，咱家这帮狗一天吃了一盆半，兄弟们，你说他们能不能吃？啊？酸辣粉收到了，很好吃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一盆半，怎么不卖鱼油呢？因为鱼油没有货了，兄弟们。明天我清点一下有多少鱼油，明天再确定卖不卖。嗯，真怕小迷糊被小石头被咬，小石头不可能被咬，你们放心吧，兄弟们，咱小石头不可能被咬。三和小石头他俩打了一辈子仗了，老铁们，啊，他俩，俺家小石头和三和他俩是元老级的，他俩打了一辈子仗，啊，从小就在一块儿，俺家小石头刚来的时候才一个月，啊，那个时候俺家三和才几个月，俺家三和那时候才九个月。他俩从小就干仗，所以他俩根本就打不起来。俺家三文能跟小牛干起来，但是跟石头肯定干不起来。嗯，从小打到现在，他俩也从来没认真打过呀。三文和石头他俩从来没有认真的打过。你看，三文就是吓唬他，石头根本不理三文。嗯呐，习惯了吗？就是习惯了，根本就不理他，知道吗？所以兄弟们，你们放一万个心吧，咱家三不可能咬着石榴，不是我不管，而是我心里有数。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啊，石榴完全无视三文。那有啥办法呀？啊？小石头听话，
那小石比三文听话多了。嗯，三文总是针对石榴。其实三文为什么不对小迷糊呜嗷的呢？因为三文怕小迷糊。啊，那小迷糊一来，哎，三文就不冲他叫。俺家三文一看小迷糊来，三文就掉头就跑了。啊，他不跟小迷糊一样的，他愿意欺负石榴。能不能看看巧克力？巧克力就是这个啊，兄弟们，就这个啊，这一箱里头大概得有30多个吧，兄弟们啊，30多个啊。然后里边是啥样呢？我给大家拆开一个啊，这一箱是9.9块，200克，兄弟们啊，净含量是200克的啊，这上面写着呢，看着，净含量200克啊。给大家拆开一个，好，嗯，哦，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啊，我不清楚是不是巧克力，但是跟巧克力的确是一个味儿，嗯，挺好吃。啊，我看这个，这上写的啥？松露型巧克力。你看这上写的是什么？代可可脂巧克力。配料表：白砂糖、代可可脂，啊，可脂粉。代可可脂巧克力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是不是都害怕老大呀？他们还真就不怕老大，他们最怕是小迷糊，兄弟们。产地是哪儿？产地呀，福建泉州，兄弟们，福建泉州。6-7号链接狗粮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，你拍哪个都行啊。他俩有一个是微信支付，有一个是支付宝支付啊。还有那个奶茶，兄弟们，那奶茶现在也有活动，那个奶茶现在也便宜啊，老铁们，第45个链接，兄弟们，第45个链接奶茶啊，24.8块。6罐奶茶，兄弟们，24.8块6罐奶茶，咱家好朋友们想喝奶茶的呀，老铁们，啊，上次做活动的时候，都有好多人说3.8我要喝奶茶，为什么奶茶涨价了？啊，咱这回12，上回是11，兄弟们，这回12奶茶又便宜了，兄弟们，24.86罐奶茶啊，有需要奶茶的好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拍一单啊。因为咱家这个奶茶等它这个价格涨上去之后啊，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便宜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鹿角巷的手工奶茶啊，鹿角巷的手工奶茶合到4.2块一杯，兄弟们，合到4块钱一杯啊，你啥都不需要，兄弟们，这上面有冲泡方法啊，这上面有冲泡方法，你啥都不需要，你就准备开水就行了，特别好喝这款奶茶。第24个链接，哥们儿，你现在是老40同堂了。我 ，seven， 老四，小迷糊，可不40同堂呗，啊？小迷糊，如果要当爸爸的话，的确是40同堂了，现在。可惜呀，小迷糊当不了爸爸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小迷糊再也没有机会当爸爸了。家里没有热水，可以去姥爷家。你家里没有热水的话，你行，上我这儿给你整点热水啊，你泡这个奶茶就行了。这个奶茶还是这个黑糖味的好喝啊，兄弟们啊。你们家的拉布拉多犬多少米？俺家不卖狗，兄弟们，咱们家不卖狗啊。咱家卖零食，卖宠物用品，就是。啊，不卖狗。
人吃的啊，人小丽是人吃的。好，谢谢大家伙，感谢缘分天空，谢谢缘分天空大哥啊，谢谢啊，云南缘分天注定啊，谢谢哥哥啊，欢迎哥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，感谢咱好哥哥送来的大烟花啊，谢谢哥。二号麦是俺家 Seven 的大孙子，兄弟们，跟俺家 Seven 的大孙子点点关注啊 ，Seven 的大孙子。奶茶拍混合味，可以拍混合味的啊，可以拍混合味，六罐奶茶，24.8啊。你们家狗也吃比瑞吉粮吗？对呀，咱家这款狗粮就是比瑞吉的呀，兄弟们啊。第六个链接和第七个链接，它就是比瑞吉的狗粮，知道吧？啊，比瑞吉就是啊，诺瑞就是比瑞吉啊，最开始的诺瑞它就是现在的比瑞吉，辣白菜很好吃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拍了咱家辣白菜，谢谢大家伙。老爷，看看鸡蛋酥。鸡蛋酥现在没有货呀，啊，鸡蛋酥现在不行了，我应该早点休息了，兄弟们，我明早还得早点直播，我一会儿得去遛狗，明天早点直播，啊，明天中午，兄弟们，明天中午有需要宠物用品的好朋友们啊，明天中午肯定可以锁定咱们的直播间，如果大家不需要宠物用品的话，明天中午就不用锁定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咱们明天。也是卖货直播，做个小游戏测试吧，你转上晕倒看看狗们对你有什么反应，说实话他们不带搭理我的，这个游戏已经过时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我又买了奶茶，已经买了三次，确实黑糖的好啊，黑糖我也喜欢喝黑糖的啊，我媳妇也喝黑糖的，那游戏已经过时了，都没人愿意搭理我了。也可以看7-8直播呀。等他们吃完这狗粮的，兄弟们。等他们吃完这狗粮的。今天中午还是明天中午？是今天中午，兄弟们。12月12号的中午。啊，也就是说今天中午，兄弟们，不是明天中午啊，现在已经是12号了，是不是啊，现在已经是12号了，我等你们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步履不停，谢谢步履不停，这个步履不停，嗯，这头像瞅着好像是见过呢啊，步履不停，而且还是上海的啊，像啊，像我弟妹呀，这是啊，狗粮哪个好？狗粮的话，兄弟们啊，狗粮的话，你就拍第五个链接和第六个链接和第七个链接都可以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两款狗粮都可以啊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都可以，这个两款狗粮啊，看看宝宝嘴好没好，行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看看咱家的宝宝们，好吧。又吃一顿呢，真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吃了好几顿了，光吃狗粮了，兄弟们，你看狗粮里有啥也没放，我也没放肉，我也没放罐头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都挺好，兄弟们，都可愿意吃了，啊！大家想买狗粮的，第六个链接和第七个链接，拍哪个都行啊，
咱家这个狗粮兄弟们139，真的性价比太高了，老铁们啊，性价比太高了。在吃上咱们家这狗粮，兄弟们，你就会发现你家狗狗越来越健康。你看俺家狗狗，没有一只狗狗的鼻子是掉色的，兄弟们，五只狗，兄弟们，你就想想吧，老铁们，五只狗鼻子掉色的几率那是0%，兄弟们，你想想吧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咱家狗没有鼻子没有掉漆的，你说说吧，就小迷糊就那色儿的狗都没有掉漆的，啊。主播，我总问你一下，我发的为啥在公屏上别人怎么没有，我怎么改？我发的礼物为啥总在公屏上别人怎么没有？什么意思？我发的礼物为啥总在公屏啊？公屏上别人的怎么没有？我怎么改？我实在不知道。不行，你拿出了一个穿云箭，我看看。有还是没有啊，我帮您鉴定一下子啊，咱们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啊，咱帮您鉴定一下子啊，你这个问题我有点蒙圈呢，卡着了啊，可能是卡了，你是不是啊给三元爹来了一颗棒棒糖啊，卡那块咋了？刚才买的奶茶什么时候发货呀？48小时发货，兄弟姐妹们啊！小尾巴为啥看不到我说话？我看看小尾巴到底说了啥。啊，这个叫小尾巴的这位好朋友，你到底说了啥？啊？我啥也没看着，你只点了个亮，刚才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姐啊，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呀，你啥也没说，老四你要生宝宝是咋的，老四你在刨啥，刨窝呢啊，你要生孩子呀，能歇会儿不，老师能歇会儿不啊，能消停歇会儿不，老师，哎呀妈，给你忙坏了，老师我一瞅你啊，这给你忙坏了，给我四哥忙坏了啊，老师又拆家了啊，四哥刨窝呢，刨窝打算当爸爸，兄弟们，老师跑，我打算当爸爸。啊，全网宠粉主播啊，最佳就是你，感谢王小闹啊，谢谢王小闹。我也不宠粉，兄弟们，我说实话也不宠粉。啊，我说烤冷面太好吃了，哎呀妈呀，感谢小尾巴啊，感谢小尾巴。啊，谢谢拍了俺家烤冷面啊，谢谢啊。而且还给出了这么高的评价啊，谢谢小尾巴啊，咱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大家都向小尾巴学习啊，感谢小尾巴啊，看看宝宝睡觉了，哎，看宝宝在那睡觉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坐那块唠嗑唠个没完，兄弟们，三人爹往那一坐唠嗑绝对唠个没完，知道吗？啊，啊，看他嘴啊，就是他，兄弟们，没事儿了。啊，就是他，一点事没有了。现在你看，不是不是老大，是老二，一点事没有了，就是刚才一个小口，很快就愈合了。咱俩老大一舔完之后，很快就愈合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一点事没有了，就在嘴巴上，你看他也没有啊，嗯。好了，狗狗的兄弟们，狗狗的愈合能力特别快啊，特感谢大家伙兄弟姐妹们，然后呢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，好不好啊，老铁们，咱们今晚就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见吧，行吗
啊，谢谢大家伙，明天见，撒油那拉，撒油那拉，兄弟姐妹们，明天见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啊，明天中午，兄弟们有想看的话，大家明天中午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明天我即将带咱们家老大，带 Seven， 带老四，带十六，带小迷糊啊，全家总动员，兄弟们啊，明天全家总动员。小迷糊，你能歇会儿不？小迷糊啊，你那个大屁眼子是不是给你插了个窜天猴？小迷糊啊，还是你那个屁眼子上给你插了个二踢脚啊？嗯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全家总动员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明天见。